中铝收割镰刀卸妆步骤。一、解开粘扣，握着卡口式镰刀护套的中上部，从镰刀中往外拉，再将镰刀套好刀刃护套。先用内六角扳手拧松及壳套头部的螺丝后，将螺丝取下，将壳套握柄处从铝合金杆拔出，再将镰刀端栓从壳套头部的中心空间掰开，接着松开铝合金杆，依序将镰刀组件装入工具箱内，即可完成镰刀卸妆步骤。